2018年8月18日，安徽淮北遭遇强降雨，村庄一片汪洋，道路被洪水淹没。当地消防闻讯后紧急出动，消防战士利用背扛、架梯等方式将被困老人、小孩转移至安全区域。截止到发稿时，已转移被困群众800余人。李小瑞民生公告平台发8月18日晚，安徽淮北市香山区刘桥北一村全部被暴雨淹没。民生公告平台发。